小朋友，你知道如何将篮子里的草莓平均分给每一位同学吗？六张卡牌叠在一起，厚度是多少公分呢？从规律的图形中，你有发现暗藏的谜底是什么？透过奥运羽球比赛的球场场地，是不是能发现长方形的特征呢？五分钟，让你轻松了解一个数学概念。更多精彩有趣的国小数学动画，都在台北酷客民哦。